因为今天我们中山联30个商会里一个会长8个副会长就200个会长了，还有社区其他各个著名协会的会长，你们说今天有多少个会长？300个会长。那么你们都是我们华商的好朋友，有的新朋友呢对我们中商联只知道名字，可能不是太了解，给我2-3分钟时间，我简介一下中商联好吧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开酒开席好吧。我今天对得起朋友们，我把家里面珍藏的价值不止10万块钱的茅台老酒拿来抽奖啊，还不止一瓶。